张张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想了一想，还没有给大家录过我穿搭的 vlog， 所以今天一期我 fitting 然后穿搭的 vlog， 一起来看看吧。对我的人大家都知道，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外向、活泼、开朗的大女孩。然后我对我的穿搭风格统称一行人穿搭，本来只贼淑女。当，这是我的第二套穿搭，这套要比就是前面非常可爱的小蝴蝶，然后整体风格就是非常青春洋溢。自己选了一双白色的小鞋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样更青春、更干净一些，比较符合青春。哇哦，女神！上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针织衫，领子就是那样一个小海星的领子，非常简单。天就是都是蓝色系，很青春。很有活力，就非常十足，真实。穿什么呢？他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套，但我觉得不管是穿什么，其实都不重要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。希望大家可以享受穿衣自由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好了，大家猜猜看，我会穿哪一套衣服去淘宝越淘越好看直播间呢？猜对了，我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对暗号，猜对喽。对了，直播中还会跟大家分享其他社交小 tips。 6月16日晚19点，淘宝搜索越淘越好看，一起看我一人勇闯直播间。他不让我睡觉。